本期 Keynote 教程教各位模拟鼠标点击弹出子页面的效果，在软件类产品介绍时非常好用，学到就是赚到。首先需要一个副页面和一个子页面以及一个鼠标，在副页面下把鼠标拖放到画外，添加移到动画，创建运动路径，让动作停止在需要被点击的位置，然后先追加一个时长为 0.2 秒，比例为 90% 的缩放动画，接着再追加一个时长为 0.1 秒，比例为 100% 的缩放动画，用两次缩放模拟挤压点按的效果，最后再使用一次移到让它离开画布。每个动作的起始时间都设置为在上一个之后，通过四个动作让鼠标实现进入、点按然后离开。把子页面插入进来，添加时长为 0.3 秒、方向为向上的缩放出现动画，起始时间设置为和鼠标离开画布的移到一起，点击后弹出子页面的效果就做好了。如果需要再次执行点击动作关闭子页面，可以直接把加过动画的鼠标素材复制一份，移动到第二个点击点附近的画外，作为复制品，原有的动画会被保留下来，只需要将鼠标进入画布后的停止位置微调到第二个点击点上就可以了，然后给子页面加一个向下的缩放消失动画，整组效果就完成了。点关注呗。